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爱丽丝嘅 channel。而家咧就系大概下昼嘅五点钟左右，位置咧就系三角花园，对面咧就系被围封咗嘅其中一间酒店维多利亚酒店。咁简单影下被围封咗嗰几个点嘅情况。都是確診者曾經到過的地方或者是他的住宿。除了這裡之外呢，我就順便會去黑沙環和右岸區看看那邊被圍封的情況是怎樣。嚟到黑沙環第四街嘅路口啦，可以見到咧著住保護衣嘅工作人員，整個圈咧都圍封住咗嘅。咁我就嘗試下拉近少少咧影俾大家睇，一陣唔小心咧誤入咗圍封區出唔翻嚟咧，咁就慘啦。黑沙環呢度咧已經行咗個圈噶啦，咁而家咧就順便去埋右岸嗰邊睇下嗰邊咧嘅情況係點樣嘅。咁啱啱好咧，呢三個地方咧都係好接近噶，咁我咧就可以一次過拍曬俾大家睇。嚟到咧長壽大馬路啦。咁都係確診者曾經到過嘅地方嚟嘅。上一次中秋節嗰條片咧，我都有拍過呢度。就是黃金商場附近。上次拍呢條生果街嘅時候咧，都好熱鬧。
咁今次嚟咧就已經圍封咗一半啦。今集的分享就差不多，多謝大家收看。